好久没有看主播跳舞，主播天天都在跳舞，越跳越胖，哦，不对，越跳越瘦。主播的水壶是迪士尼的，是的，是我在迪士尼的时候买的。这么美的女人，直播不应该就几十号人，就是几十号人。我两边扎马尾辫，觉得挺好看的。这样，今夜我又失眠，一个人的房间，我把灯光都熄灭，好像在那。太好幼稚啊！我扎马尾辫的将军不好看。我比较淑女，我比较适合比较淑女的发型。感谢约舒亚的关注，马尾人都变了。我基本的发型就是，我基本的发型就是，要么披，要么就是公主头，就是这个就叫公主头、飞机头，要么就是扎一个低马尾。要么就是这样扎个低马尾，然后要么就是披下来。有多长？我头发挺长的，要编一下。将军，你喜欢女孩子扎马尾辫啊？大马尾，我头发很长啊。很长，我头发很长，大概在腰上吧。低马尾毫无抵抗力。以前我的视频基本上都是低马尾，就是一个马尾辫。没事是没加粉丝团，我们加一下灯牌啊，然后我们点赞点到10000可以开始跳舞。嗯，扎起来感觉更俏皮，扎起来，是的，扎起来显年轻嘛，放下头发显成熟。我的摄影师老跟我说，别披着头发，把头发扎起来。因为我在抖音发的第一条视频就是扎头发的。欢迎2113，欢迎小杜，别人的老婆，晚上好。现在暂时不是别人的，暂时还是我自己的。接的头发吗？我自己的头发在这里，我接了一点点，我头发没那么长。感觉你人外表、声音、性格、语气都好温润。那是跟我不熟，你要跟我熟一点，我都骂死你。有钢牙，钢牙什么钢牙？我牙长得最好了，我全身上下长得最好的就是我的牙。很多朋友以为我的牙是做了烤瓷牙，但我的牙是我自己的牙。我就是有一点点大舌头，小的时候没有剪过舌头，有点大舌头，其他都很好。感谢六香的灯牌啊，谢谢 Rain， 谢谢灯牌。谢谢灯牌，10000了，没有10000，没有10000，有吗？欢迎大雨，欢迎小妮微微。然后我们心愿单礼物里面有小星星，大家可以送一送啊。有小星星，大家可以送一下小星星。直播间，然后多有人气票可以送点人气票，可以推流，会人会多一点，点点赞，我们人也会多一点。全身上下好无死角，没缺点，不可能，人没缺点是不可能的，人没缺点是假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，只是说，就是，既然对于公共场合，对吧，面向大众，那大家尽量是可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对大家负责嘛。感谢波仔刚，我有缺点，我的缺点就是。缺点你。我的舌头也没剪过，那你的舌头长得好，我的舌头是天生长得有点大。真真姐没缺点，有怎么可能？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有缺点，只是，我有缺点，但我。人家是可能美而不自知，我是不有缺点而不自知。对，就是你们有什么对我的建议，你们可以提。我不
但我不会改。有建议你可以提，但是我不会改。缺点钱啊、都缺钱呀、谁不缺钱啊，对不对？没人会嫌钱多的，只会嫌钱少，没人会嫌钱多。再有钱的人他都还缺钱的。感谢淡水周董的心，谢我们锦鱼，感谢锦鱼。开场舞啊，我在想开场舞跳个啥。你们开场舞有没有什么想看的，你们公屏扣一下吧。然后咱们有人气票，接着送一下真人气票。我们晚上都是播流行舞啊，因为白天播古典舞。今天早上跳了芭蕾，好像大家不太喜欢的样子。感谢小菲儿的关注，大实话。欢迎阿叔，开火车开不了火车呀，开火车封号。什么叫人气票？就是那是好像免费的人气票啊啊，陈送的，陈送我的人气票。就是红色的，这个粉红色的人气票，送人气票可以涨人气，有的话大家可以送一送。大摆锤，摆你个大头鬼，那天天大摆锤，晴天好歹是网络人，对不对？看网络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天天只会大摆锤啊？你要与时俱进啊，每天都大摆锤。我每次在直播间让大家就是点舞，他第一个跑出来大摆锤，天天摆，我真的想摆你两锤子。摆你两下。我的楼兰，追风楼兰跳不了，我们楼兰跳不了，因为今天是流行，摆他两锤子，就是每天上来投大摆锤，除了大摆锤别的都不知道。我沉沦几回，因你倾城的美。大摆锤是我最讨厌的曲，之前刚出来的时候挺火的，就是只要但凡是跳舞的主播他都跳大摆锤。我以前也经常跳大摆锤，这摆封号了吗？我不敢摆了。谢 In Your Face， 感谢我们小妮微微送来的大象帽。今晚有什么心愿？今晚想要嘉年华，不要最什么，只要最贵的。我说两个，我们自己选可以，韩五扣一。喊五扣一，然后 DJ 五扣二，我们喊五扣一 ，DJ 扣二，我来了，欢迎有志气。那句话咋说来着？就是不要最什么，不要对的，只要贵的。不要将军，不要对的，只要贵的，但是对的。贵的绝对就是对的，对的绝对就是贵的，不是贵的绝对就是对的。广场舞不跳广场舞，欢迎艾玛保罗，欢迎保罗。就是我们跳韩舞就扣一 ，DJ 就扣二。现在这样播也太辛苦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将军下的死，下的死，范是啥意思？讲话永远这么嗲，骨头都是酥酥的，进这个直播间容易缺钙，真说话一点都不嗲。真说话怎么会嗲呢？一点都不嗲嗲。接下来我们跳一个，扣二，行，扣二呢，我们来个 DJ。来个 DJ 类的舞啊，然后咱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一下关注，没有加灯牌的朋友加真的灯牌啊，真的嗓子哑了，这两天可能直播太卖力了，
嗓子都痛了。跳轻点的舞，不想你太累。行，那你给我点赞啊，给我点赞，咱们争取前面争取多进一点点人吧。我沉沦几回，因你倾城的美，千红百媚，偏偏只为你而醉。你如月的美，像桃花的醉，这夜怎能寐，偏偏相思成灰。我沉沦几回，因你倾城的美，寻你走过千山，踏过了万水。你花落的泪，像残花的蕊，我愿此生朝朝暮暮。那我们跳一个，不过人间吧。我昨天跳过，一首 DJ 哈，不过人间。我们家要点赞，然后有灯牌记得送一下灯牌啊。咱把爱珍宝扣一下。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。搞错了，不是这个，跳过一个，跳个一程山水，这个可以。
搞错了，我们重来一下。不过是一场山水，一场空，谁会爱恋在其中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泪朦胧。我们加一下灯牌，加一下灯牌。说你爱的汹涌，加一下灯牌。对，晚上我们不做古典，我们白天做古典，晚上我们就跳一跳简单、快乐、气氛的舞蹈。然后大家可以帮忙一起点一下赞。我们现在1.6，加油点一下赞。来，我们一城山水，大家把爱珍宝扣一下。欢迎回首歌。爱珍宝。不过是一城山水，一场空，谁会爱恋在其中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泪朦胧。说破就破，没影踪。你说你爱的汹涌，最后一场空。说是没在意却哭的冲动，是什么让你放开我的手？
谢谢。半亩摇呀摇，楼楼有宝宝，人人早已就周报。年少不知阿姨好，错把少女当成宝。难道这是命注定一生在那红尘过？趁着身体比较热，活动一下。做的时候挺漂亮的，然后谢谢，感谢礼物，谢谢自己的，我接了一半，真接了一半头发，感谢我回首哥，谢谢，谢，然后谢谢我们暖阳哥，感谢我们暖阳哥，漂亮漂亮，没有。我刚开播的时候，然后等我跳完舞之后就有点狼狈。加粉丝团的，没有加粉丝灯牌的朋友，或者第一次走进真人直播间的朋友，我是一名就是喜欢跳舞的主播。加下真的灯牌，灯牌就是点一下关注，点完关注之后，然后有个黄色的小心心，可以加一下。谢谢我们冷暖自知送来的红包200斗币，感谢大哥。谢谢拂晓，谢谢战绩，谢谢成，谢谢芊芊，谢谢知足常乐，谢谢苏成，感谢大礼物支持啊！大家如果想看的舞，可以公屏可以扣一下。咱们会跳的就争取给大家跳一跳，晚上的话就跳这个流行的舞蹈啊，晚上不跳古典了，因为怪累的，每天这个因为古典舞的衣服比较繁琐。来听雨歌，欢迎小坏蛋，谢谢雨，谢谢雨的牌，感谢人气票。对，咱们有人气票的朋友，嘿，我接一把 PK 哦，感谢我们将军，欢迎将军，接一下鹿宝的 PK。Hello 宝儿，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我的宝。哎，你这个水壶好可爱。火箭，就是希望直播能收到火箭，这个寓意。还有抖音一号吧，这个。还有抖音一号，这个。那我们玩个啥呢？玩个啥？要不要跳舞？哎，小妮微微啊，谢谢微微。我昨天刚被抬走一次。你咋的了？怎么被抬走？就是，就是那个跳舞的时候，可能跳的太性感了吧？可能我长得就有点。好，那就哎，跟我一样。你会不会跳那个某人？某人会啊，会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表演一个，这个也行。欢迎咸鱼，可以某人，可以 OK， 我俩熟人吗？对，我俩是好朋友，好同事。中间玩吗？中间你说吧。中间要不谁票少谁就经济独立吧。我票少蹲下吧，要不就好，那你蹲下，我经济独立。
我刚吃饱饭，我稍微站一下消化一下。我还没吃饭，我能蹲下去。OK， 好，你要吃饭，本来就好瘦，你太瘦了，真的要多吃点饭。我是太胖了。欢迎青山，欢迎郑张辉。那我们这两天减肥，越减越胖。是吗？直播应该会，直播还挺好减肥的。那我们重新连一把。重新连一把。真正的抱枕啥时候给我寄？十级粉丝可以送抱枕啊，十级啊！我已经寄了两个抱枕给我们的铁粉了，有十级的都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寄给你们。好，那我们闭麦。OK。我都关注了，美女你都会关注的。我发现我 P 的很多美女主播，然后直播间的朋友都说关注了，你们可真厉害。欢迎奥斯卡，我也要加油升十级。对，我们升到十级就可以送我屁股底下的有个抱枕，有我的照片，我的美照。欢迎快乐哥，虽然礼物礼轻情意重嘛，礼物不是很贵，但是代表我的一份心意吧，这也算是跟大家的情感的建立。谢谢我们将军兔兔，谢谢将军兔兔，欢迎我路过，可以看看吗？可以呀。看不到彩虹的颜色，这个就是我。Mr. Right， 感谢 Mr. Right， 你也要可以，我们十级，粉丝真爱团的粉丝都可以获得专属礼物。为啥做自己脸上？因为我太漂亮了，我要金屋藏娇。欢迎宝贝520，感谢我们家路过送来520。先我们家路过520 PUP， 欢迎灯下黑，欢迎 LK， 感谢沉香的灯牌，谢谢沉，给朕送什么？你们等有十级了就可以给我发私信，然后我给你们送。咱们有人气票可以丢一丢啊，有人气票小心心都可以丢一丢。欢迎我回首哥，对，欢迎回首哥，欢迎我路过，欢迎将军啊，再次欢迎暖阳哥，感谢已不存在送来的心。我总觉得我晚上精神比早上好，早上直播总感觉哎委屈巴巴的，晚上直播好像精神好一点。感谢我们帝王的最好看，回首咋没声音了？他可能也在忙吧。他在，他出来了。先回首个66，抢了红包。刚刚有个哥发了个红包，你们可以抢。我到时候看我福袋里面有没有钱了，有给你们发两个吧。他这个福袋也有上限，现在粉丝灯牌没有之前那么好升了。你几级了梦龙？你应该两级三级吧，因为你很少来哦。我看你几级哦，你有五级了，也厉害。我以为你只有两三级，因为你在直播间很少露脸，我很少看到你。感谢潘的灯牌，谢潘。还有60秒钟啊，我们小心，还是要守守塔的。这是咱的第一把直播，第一把 PK， 第一把 PK， 欢迎九哥，谢何辉的灯牌，赢了，一会儿给大家跳舞啊。
现在有点内向，他可能不说话的时候就是一边在做事，一边在看手机，一边在看直播。谢谢乔的人气票，感谢多多，谢谢岁月是把杀猪刀，还有20秒钟，感觉对面有大哥。有的，我发现每一个女主播都有大哥，我也有大哥，但我们都是大家一起众筹起来的大哥。我们投投塔，我们大家一起守守塔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一起守一把塔，差一点，哎，你看吧，终究还是打不过大哥。哎呀妈呀，我以为这一把我必赢的，果然人生总是那么出其不意。我以为我会赢的，咸鱼，感谢我们暖阳哥的亲亲。好，这个偷塔的都会偷塔的，都能偷塔都偷塔，我要是能偷我爸爸偷。对，人生无常，没事。那我来吧，我刚刚说了输了，跳一个那个什么来着，输蒙圈了，跳什么来着，某人呢，腼腆的阿珍，哎，阿珍是不硬气，输了 PK 硬气不起来，所以腼腆了。我要是赢了我都你给我跳某人。好的，那我来跳了，哎，就是跳那一个片段就行吧。 yes， 鲁宝能告诉我叫什么音乐吗？我在找那个，在找一个片段，就是那个科目三的那个。哦，科目三，他应该不叫科目三，但是我估计企鹅音。哎，对，好吧，来吧，那我就演一个想某人。没事，下次 PK 我争取赢，这句话我听了好多遍了。下次是哪一次？明天又在哪一天？明日复明日。科目三，我也不知道科目三。好，来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。